请您欣赏相声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，哎呦，我可了不得了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多问于老师，这菊花送于老师的。来就来吧，就别花钱了，就啊啊，还有没有？哎嗨，前场3000多人，你说您就一个人花钱，让大伙儿情何以堪的是吧？是是，还想什么呢？谢谢各位啊，嗯，刚才是烧饼和曹和杨是说的，这叫绕口令老段。哎，这是我两个徒弟，是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来，换上我和吕老师。哎，吕。其实都不用介绍，是吗？大伙儿都知道。嗨，啊，这俩人说相声的，郭德纲、于谦，这都认。对，当然了，有的观众人家愿意了解一下，问问这俩人台下什么样。哦，啊，这俩人背后有什么小故事？是，包括家里的亲属都是谁？嗯，哎，演员嘛就是这样，摆在一个公众的平台上，需要让大伙儿多了解。没错。啊，这于谦知道。嗯。啊，他媳妇叫什么呀？嗯。他哥哥叫什么呀？他弟弟叫什么呀？嗯、啊。他父亲叫什么？我儿子叫什么？啊，怎么比喻呢？这是，这说连个宗了。就是你父亲叫什么，然后再问问我儿子叫什么？你以为一个人呢？谁以为一个人？占便宜就走，你这连说成一个人了。不是，我绝不承认是一个人。哎，这压根儿也不是啊，就是说这意思，就是大伙儿喜欢咱们啊，是不是啊？不喜欢人家不上这儿来，可不是吗？起满坐满好几千人啊，花钱买票，人家坐着人疯了。就是不喜欢你就为了花钱坐着看着你恨的吗？嗯，不能，是不是很正常？观众是有选择权利的，对，允许人家喜欢，也许人不喜欢啊，就看着郭德纲恨的吗？啊，这也正常。那怎么办呢？有了那个一回家，有电视演郭德纲，马上调过去不看。哎，上网有郭德纲，马上关了他不看。嚯，一回头。他爸爸跟着看电视呢，嗯，江苏也是非常了得，嚯，他爸爸跟着看，嗯，我就给他爸哇，哎叫，这顿打呀，啊，他妈赶紧来，别打了，你爸爸是为了看柳岩，啊，嗨，这都有可能，是还不如看郭德纲呢，这个，这都有可能的事儿，啊，观众喜欢咱们，咱们就好好的说相声，是，又没有别的手艺，对，打小就干这行，我们俩发小，对，发过，谁呀？发小，发过这小孩，发小是从小一块长起来，这就对，对不对？打小一块长起来的。嗯，小的时候我剃一大光头，啊，他还留个小辫儿，对，我系个屁股帘儿，嗯，他戴口罩，怎么那么别扭？这话说的，发小嘛，一块料子是吗？这想好事，谁呀？打小一块长大的，对，是不是？我最了解谦儿哥。嗯，这十几年的合作一路走下来，我应该感谢于老师。您就客气。实话实说，这行里边再找这样的人没有了。您捧，人性非常之好。谢谢。就说这个善良那个劲头，就有点像这个杜十娘那个劲头。对感情那个专业，就像玉堂春，忧国忧民像赛金花。您脑子里还有别人吗？就是你们四个。哎，这好。我跟他们爸都归一块儿，不就说这个意思，是善良好。你要听我的，你改名就叫于金花。我叫于金花。哎，就是刮风别出去啊。怎么呢？广告牌往那一拍，大伙儿说嚯，大金花了。哎，好，我改一副牌啊，都行。但是董小宛这个你比不了。怎么呢？你那个饭量在这儿了啊，小碗吃不饱。这嗨，我是说的是饭。人非常的善良，尤其是一块长起来的。说句良心话，跟别人斗又。有个爱口的合适不合适？哎，我们哥俩这没有，有交情，这是跟亲哥哥是一样。是在后台，有时德云社小剧场演出，嗯，他这一进后台饿了，哦，后台能吃什么呀？就简单，旁边小饭馆叫碗牛肉面吧，哎，吃，热气腾腾牛肉面搁在那儿，他拿起筷子还没吃呢，嗯，我这一推门进来，哦，准撂起筷子，啊，来，你来，哎，你先吃，啊，你来一口，对，别，你快吃快吃。这疼人，这得让一碗面不值钱啊！啊，说这份心意，这主要是这话。这儿叼着烟卷啊，拿出一根来，来，你来一口。对，我来什么一口，我也不会抽啊。啊，就是，但是是这个意思。嗯，每次都让。嗯，心情在这是。喝啤酒刚打开。啊，哟，来，对吧？来一口。啊，这得来一口。谢谢哥哥，嗯，不喝酒。
对，就这份儿。那些年他还年轻，一推门，他跟女朋友俩人正啃着呢。看见我，来一口，什么来一口？这是让的事儿吗？这个说的我脸都红了。啊，来一口就来一口吧。我以为不来一口了呢。那会儿都年轻啊，谁没个十七，谁没个十八呀？都年轻。但是后来我跟他说，我说师哥别在后台，你这你。这别人瞧着，后来换地儿，上上门下上门，那侧木那条啊，有一木腿子，我们叫就那布，就这个，哎，跟着女朋友俩裹在里边儿，跟那儿啃啊。可是你想，你终归我们有开演的时候，对，他下午三点多来了啊，我们晚上七点半得开演啊，怎么着也得把这布撕开，我多长时间呢，跟那儿啃。